丝弦艺术团即将迎来一次特殊的考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常德丝弦的传承人，朱晓玲知道，这次参考的学员中会产生自己的继任者。从踏进考场开始，每个年轻人都有肩负历史传承使命的可能。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郭晶晶，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常德丝弦小词。你会唱常德丝弦？个人比较爱好，然后在学校也有普及。哦，那行，开始吧。宣言明末清初，江浙一带的民歌和时调小曲儿传入常德后，经与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不断演变发展而成了现今的常德丝弦。常德丝弦大部分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演唱时常用扬琴、琵琶、三弦、胡琴等丝弦乐器伴奏，而称之为丝弦，还因用常德方言演唱，故称常德丝弦。常德丝弦上承唐代诗文有说有唱的形式，借鉴诸宫调、元杂曲、昆曲的音乐格局，腔从自出，音随韵转，将旋律的神韵、俏丽和抒情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丝弦艺术的日益流行，道光年间已有以演唱小曲为业的歌妓，丝弦班社也在各地纷纷出现，并涌现出一批有建树的丝弦艺人，他们与文人墨客一起整理编写丝弦唱本。作为湖南曲种，湖南丝弦最为发达，影响最大的分支，常德丝弦艺术团的名誉团长就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相声大师马季。在马季先生因病辞世之后，他的高徒姜昆继续着这份传承。2008年4月，姜昆从朱晓玲的手中接过了名誉团长的聘书。姜昆老师非常随和的，他说：“我说我们想聘您为我们的名誉团长。”他说：“可以啊。”他说：“老师的事就是我的事。”那行。嗓音条件优越的金井在考试中获得了评委老师的一致好评。与金井的优异表现相比，这位身穿背心的小伙子就显得有些特别。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李县的任斌。你好。你好。曾经学过表演没有？没有。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即兴表演，你刚刚抽签的题目是看球赛。对。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我们随意的表演。今天的考生有可能就是若干年后常德丝弦的又一任传承人，换句话说，考生一旦进团，就有可能背负着传承常德丝弦的使命。朱晓玲知道，此次考试来不得半点马虎。经过一天的考试之后，朱晓玲从参考大军中选出了15名考生晋级。
金锦理所当然地入选了。从小在戏校长大的任斌也因其身上透着一股灵气而被相中。15名常德思贤艺术团的新学员将会接受为期一年的集训，一年之后将会有3人被淘汰，其余12名学员将成为常德思贤艺术团的正式演员。在这个有着30多年历史的训练场上，汪教练与他的木质道具刀将陪伴这帮孩子们一整年的时间。4 5 6 7 8 4 2 3 4 5 6 7，停，好的，铁绳45度角，手指尖用紧，眼睛睁开。新进这一批学员中，大多数人都有舞蹈功底，唯有声乐专业出身的金锦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纵使剧团有再多的玩伴与新奇，他无暇顾及。在艺术团中，大家都叫他郭大胆。几乎每一个新招式、新动作的创作，郭大胆都冲在最前边。下面我们来搞新动作啊，采花、爬青蛙，哪个来？哪个先来？我先来。好，郭大胆，你先来。抓他手啊！踩！预备！上身要趴下来，不要出去。一、二、三。啊！小花比他嫩。他看我，我也没办法。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形体啊，然后继母功这方面。然后你也看到过，我前面看到汪老师踩我的时候，我那个囧样吧。其实我私底下哭了很多次。常德思贤除去唱法独特之外，还得辅以曼妙而优雅的舞步，才足以映射出其他曲种所无法比拟的江南神韵。为此，金金意识到自己将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任斌尽管从小学习，但因初来乍到，也不敢怠慢。新的一天，在鸽子的陪伴下开始了。这是集训的第3天，阳光平射过来的时候，几位勤奋的学员已经开始练早功了，其中包括金锦和任斌。早练结束后，几人相邀到单位楼下的粉店，端上一大碗常德招牌式的牛肉粉，以做自己早起的补偿。你看我怎么过来？我不晓得。对孩子们来说，这般嬉闹的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老子早餐过后，马上是艰苦的训练。早上8点半，点完到之后，基本功课程开始。在这个训练场上，他们从来都没有见汪教练笑过。李坚，李坚。眼睛在哪里？汪教练的威信震慑住了所有学员，但任斌除外。刘总，快点！从小在戏校学习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景。
学员们说，要是没了任冰这个导弹王，训练场上将会失去太多的乐趣。每天早上点名、压腿、劈叉、练体型、排练、挨板子，然后回家睡觉，空乏无味而又辛苦的训练生活已将这帮孩子志气抹得一干二净。啊，你还疼？金靖家住常德市区，平时上下班时都会骑个小电动。跟其他人相比，金靖觉得两点一线的生活还挺充实。入团两个月之后，金靖的虎步已经不在本桌，而同样入团两个月的任斌却逐渐成为了团里的导弹王。但就现在的学员功底而言，任斌的业务能力绝对出类拔萃，这一切王教练都看在眼里。这些啊，好，罚他倒立好不好？20分钟大家数数，预备起。用任斌自己的话来讲，我可以不吃饭，但我的性格让我不可能不捣蛋。如此一来，每天享受一顿皮肉之苦，自然是情理当中。训练结束后，军训成绩出榜，任斌心里也挂着这事儿，早早的他就起来了，只是其他学员比他来得更早。在当初入围的15名学员中，有一人因为承受不住如此大的压力而选择退出了。剩下的14人中，金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而任斌却落在了最后一名，
任斌跟第一名的差距是8.38分，但这并非他技不如人，而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捣蛋迟到，导致考勤分10分被扣成了1分。如果加上这9分，他将成为这批学员当中的佼佼者。功底如此扎实的他，万万没有料到是这么一个结局。这个成绩意味着任斌在训练了1年之后将被淘汰。这一夜任斌失眠了，而倾注一生去寻找下一任传承人的朱小玲也不想放弃任何一颗好苗子。进来，坐上面。好。考试成绩单看了不？看了。结果你满意吗？不满意，考前工作太多的。我没淘汰，按照理说你是被淘汰对象。其实团里和老师们呢，对你的业务成绩都非常满意，也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苗子，所以剧团里谈我会研究包局当做同意，希望还给你一次机会，随谈实习2年，如果各方面表现优秀，我们会努力给你争取，解决你的问题。你看你自己考虑一下。我经理，那么还单位还能够给我给次机会不？对。那我愿意。希望你能够珍惜，好不好？改掉之前的小毛病。好。啊、哦。那谢谢你的助态。不用谢。好，继续努力啊。好。好。谢谢啊。好。尽管只能跟团锻炼2年，不能像金靖那样顺利转正。但这个消息足以让任斌欣喜。转正之后的金靖以其卓越的唱功在团中渐渐占得一席要位。晚上7点，团里将会有一场演出。作为新一代的主力军，金靖是团里节目最多的演员。到目的地时已近黄昏，演员们都在自行化妆。由于时间比较宽裕，演员们开始了自己小小的快乐。晚上7点，演出正式开始。常德是个好地方，这首1995年新创作的《思弦》曾在首届中法民间艺术交流会上作为首选节目表演，并获得罗浮奖。而现在，这首经典曲目正在被年轻的一辈唱响。但我们注意到，随着科技的发展，古典的弦乐乐器没有出现在了舞台之上，而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惯用手法也随之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更接近现实生活的作词。这一改变也让常德思弦走进了寻常百姓家。2个小时后，演出结束。哎，姑娘们，安静好啊！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的啊，从春节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一直都没有休息，处在加班的状态。今天演出非常成功。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奖励，从明天开始，防疫国庆节奖。其实父母比年轻演员们更希望儿女们有休息，他们可以不管孩子常德思贤唱得怎样，但是终身大事他们却不得不操心。姐姐，叫父亲让妈妈给你介绍对象的。我是太忙都没时候了。你再忙吧，你往他那一个时间还是说出来吧。两个人没到我。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艺术团，对晶晶来说，进步的不仅是业务能力，更是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但是我觉得吃这些苦啊，我觉得都很值得，因为比较喜欢这一行。导弹王仁斌又何尝不是一样？尽管顽皮依旧，但对这份钟爱的事业，仁斌的追求显然大大超越了他临时工的身份。不管哪么个呢，哪怕是你的不忠实男儿，对你不忠实男儿，我只要有活节目，我都会去粘，我都会去磨。干算的，就是喜欢搞演员了，也喜欢表演了。等到啊，就比如说我现在才21岁，对不对？啊，你老师现在30几岁，但我到30几岁了以后，我还不是会拿把刀啪打别个，我还不是会干？哎，搞么的搞么，整起整起，不懂，我还不是可以？我肯定想搞小吃铺。尽管只是团里的临时工，但这并不妨碍仁斌对这一份艺术的传承。他甚至想，等到有一天自己跳不动了，还可以像朱晓玲团长一样，用自己心灵最深处的那一根丝弦的律动，去感染更多的新学员。沈晓辉，除朱晓玲外，常德思贤仅有的一名传承人，主要致力于常德思贤的幼儿普及，并将常德思贤以本地特色课程的方式推广进入常德地区的多个小学校园。晶晶的哈雷电动车车轮犹如他在团里的地位仍然在滚滚向前。仁斌照样调皮捣蛋，为这个剧团增添着快乐气息。汪教练挥动着他手中的木质道具，似乎昭示着下一个捣蛋王，下一个郭大胆即将到来。朱团长仍然掌控着常德思贤艺术团的大局，新的办公大楼也已经建成。而李延迟退休还有2年的盛小辉，也为常德思贤这个非遗项目后继有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全国其余的1200多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相比，常德思贤的从业者没有在背弃与程序、以往与记忆之间寻求折中之策，没有让这一份前人的馈赠濒临消亡，因为在这一份非凡的品质之下，在这一份崇尚的高度之下，沉淀的是无数传承人的血肉之躯。